Hello，大家好。那等一下就是 101的11月19号的新专辑的回归。那我就是要来拍一个 MV 的反应这样子。那我相机就会放在这边，然后跟我一起看电脑。对，我第一次做这种主题哦，应该是要回归，影片应该是出来了。天哪，我觉得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因为他们隔很久才回归了，大概半年。哟，影片出来，影片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到 YouTube 看。出来了，对。那我这是第一次做，如果我做的不好的部分，也请大家多多见谅。如果我的反应有点太夸张，或者是我哭了或什么的话呢，就真的原谅我，因为这真的是我最真实的反应。他们已经5个月没有回归了吧，所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지체 내게 손을 내밀어 너만이 날 숨쉬게 만들어 이제 매일매일 생일 birthday 난 새로 태어난 채로 내 편이 되어 내 빛나게 만들 서로의 마음을 잘 알아
D 被拍得很丑。我没有我想象中哭的那么严重，但这还是就是毕竟这也是最后一张专辑，但又是正规专辑，所以正规专辑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正规专辑每个偶像如果出正规专辑就代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又同时是最后一张，就是这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情绪。然后因为我说过嘛，刚才前面讲过说他们就是时隔五个月才回归，因为他上一次回归是六月，然后之后就开始跑活动，然后跑试巡，然后又来台湾，那台湾两场我都有去，然后我也是哭到不能自己这样。嗯，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做这种 MV 反应，所以因为我本身看 MV 的时候我就不会是那种大叫小叫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很平淡的话，那是这真的是我本人的反应没错，我不会去刻意做效果说啊这样谁谁谁好帅哦，谁谁好好看，这种就是我专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讲太多的话，所以就是如果就真的只有看到我哭，或者是我一直在皱眉头，或者是我偶尔有笑的话，真的就是我最真实的反应这样子。就是这次的歌，就像丹尼尔在 Happy Together 上面有讲过说，他不想要让粉丝觉得他们这一次是帅的，他想要让粉丝哭。哦，对，他很成功，他成功的让我本人哭了。但 101 会不会续约，或者是会不会继续延长这个合约这个问题，就是有千百种说法，有人说有些成员要留下来，有些说有些成员要离开，然后有些说就是直接不续约了，或者是什么集体续约到一月底，然后最后一起解散。我天啊，那个讲法真的是千百种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值得相信，哪一个不值得相信。那我就是希望如果是 101 粉丝的话，就是陪他们走完这一段最后的路，就是以 101 的身份活动的这最后的一段路，就也不要再去多想说到底会不会继续续约，就剩下这一个半月就好好的，然后幸福的陪他们度过。如果真的要解散的话，就是也是开心的，就是当做一个毕业典礼，因为毕业典礼也不是结束啊，他们之后也是会在演艺界继续生活，继续活动，所以就也不是完全看不到。所以因为我之前经历过 JBJ 解散，我以为我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一圈，我以为他们会被埋没，但还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101解散也不代表说这11位成员都会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，就是他们一样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着，然后偶尔会碰个面，就是如果碰面可以 po 个照片或让就是 Wannable 知道的话，这也是一件就是蛮值得安慰的事情。就像 JBJ 现在有时候可能高田健太跟金东汉见面啊，然后可能金东汉跟全玄彬见面，这种就是这种很小的一些小惊喜就会让原本的粉丝就很开心了。所以这次的专辑还有这次的歌曲大家多多聆听，因为这是正规专辑，所以有九首真的很多，之前都只有3首啊5首，这种就是很少这样子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。然后我之后会拍一个 101 的是回归专辑的开箱影片，也请大家多多期待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下面的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看什么主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然后也记得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安妞，记得支持 101，安妞。우리다실만나미치나가면환하게웃을게봄바람이지나